那天有跟王心怡一起直播，因为他很喜欢我们的歌，所以就希望也可以沾他的光，然后顺着他的气势拿下奖也不一定。对。那今天幸运小物有带来吗？幸运小物哦，好，我自己有一个，就是这个彩虹的行星的徽章，然后就是它其实就跟我们的歌有关系，是我们代表作《行星》，又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的灵感这样，所以就佩戴它，希望今天可以就是带给我一些幸运这样，嗯。一首歌哦，音质不能给我一首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得奖。